今天非常的激动，回到了日夜想念的主播。我来这已经20多年了，但是之前经常回去，就疫情以后疫情把人阻隔在这儿，完了以后疫情过后以后票价相当的贵，疫情后一直7年了没有回去，完了我终于等到我听说是11月会增加航班，所以我一直等到上个星期五六我才买到的票，刚一个星期，刚好又赶到比较好的这个价格，挺激动的。希望那个国内多增加航班，我们以及海外的这些移民就能方便的回国。能开通到多伦多，直达多伦多的，太好了呀，给我们省了好多时间呢，方便太多了。然后给我们省很长时间，不然我之前因为我在蒙特利尔住嘛，然后每次要到温哥华，然后转机回北京的话，得至少20个小时就在飞机上了。